我和死对头周淮一起上了个恋综，节目组把我们分成了一组，要求嘉宾们合作完成一段舞蹈，其他嘉宾粉红泡泡深情对视，氛围感拉满，我姐要赢，周淮爷是第一。网友辣评，这俩眼神坚定的可以直接入党了。一，经纪人给我安排了一个恋综，名字叫第一次恋爱的我们，然后我就在节目上遇到了我的竹马兼死对头周淮，他一个影帝没事上什么恋综啊。二，到了节目现场我才知道这是直播，按照导演的解释，他们要做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开天辟地改天换地，标新立异，宇宙无敌，炸裂直播恋综第一人。我麻木地看着导演像个传销头子一样激情澎湃地向我念出这数不清用了多少成语的毫无用处的前缀，嘲讽的冷笑了一声，哈，确实炸裂。导演组虽然很嫌弃，但我还是在下车后的第一时间露出了营业微笑。我在观众面前一直走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高贵冷艳美女形象，加之来参加恋综的嘉宾和我以前都有过合作，彼此都很熟悉，所以我毫不拘谨。来参加这次恋综的嘉宾加上我一共有六个人，女团爱豆苏甜，他们团内年纪最小的一个，我们一起拍过杂志，神颜歌手段演，被网友戏称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却偏偏要靠才华。我当过她专辑 MV 的女主，当红女星白薇也是我的在这圈子里为数不多的好闺蜜，粉丝吵得天崩地裂，互骂是狗，我们正主却手拉手一起走，要好得不得了。还有一个是刚从国外回来的男团爱豆，叫江然，是我的粉丝，我经常在自己的线下看见他。剩下的就是我和周淮了。导演示意已经开始直播后，我开始挨着打招呼。苏甜人如其名，笑得甜甜的，芝芝姐我想死你了。我眨眼 wink， 哟小甜甜。段眼朝我淡淡颔首，宋姐好久不见。我吹口哨，哟小段段。白薇朝我挑眉，我的大宝贝儿。我直接一个飞吻，哟小薇薇。江然眼睛亮亮的看着我，芝芝姐好。我朝他点头招手，哟小然然。最后是周淮，周淮看向我，饶有兴致的挑一下眉，一脸的好整以暇，仿佛在说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叫我。我轻哼了一声，高贵冷艳的用手扶了扶刘海，抱胸冷笑，一脸嘲讽，哟小垃圾。众嘉宾导演组周淮，弹幕停止了一秒，然后刷得热火朝天。宋姐稳定发挥，哈哈哈哈。周淮说不了一点儿，这俩圈里出了名的不对付，一见面就互相掐架，导演组把他们一起请过来，居心叵测呀。哈哈哈哈，虽然我是周淮的粉丝，但是对不起，我笑得好大声，哈哈哈哈。救命啊，没人觉得这对欢喜冤家很好磕吗？就是就是，他在闹他在笑，周淮根本没在意芝芝对他的话。楼上 CP 可以冷门但不能邪门，哈哈哈哈，我可太喜欢这俩的互动了，各位快去微博投票让他们一组，我为淮芝举大旗，看谁敢与他为敌，哈哈哈哈，笑爆了家人们。三，导演给我们发了一张纸和一支笔，让我们在纸上写下想组队的嘉宾的名字，送到对方面前。我正在思考时，周淮走到我身旁，声音懒散，表情挑衅，敢不敢写我？激将法。我朝他冷笑，你是第一天认识我，觉得激将法对我会有用？周淮没说话，只静静地看着我，唇角微弯。我点了点头，刷刷刷在纸上写下他的名字。你猜对了，激将法对我来说确实有用。周淮眼底掠过一点愉悦的笑意，难得的没再对上我两句。所有嘉宾都写好了，我写的周淮，周淮和白薇写的我，苏甜写的段眼，段眼写的白薇，江然写的我。我看着面前的三张纸条，看着白薇哭笑不得，你搞什么呀，让你选异性。白薇朝我无辜眨眼，要是和这些臭男人组队，特别是段眼，那我还不如选你呢。段眼站在白薇身边，语气无奈，微微别闹，哟这是有情况。我朝白薇挤眉弄眼，白薇假装没看见，朝段眼翻了个白眼，段眼脸色有些黑。我看向导演问导演，被选择的人是不是可以反选了？那我选白薇。导演笑得一脸老奸巨猾，不是，我们节目组安排我。所以刚刚给我们纸笔写名字的意义是什么？导演依旧笑眯眯的，节目效果。我和白薇不约而同的翻了个白眼，哈哈，笑死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导演组亲自承认节目效果，哈哈哈哈。所以到底怎么分组的呀？急死我了，怎么感觉段眼和白薇两个人之间怪怪的呀？我也觉得气氛好暧昧。导演手里拿着台本宣布，经过网友们的投票，我们的三组 CP 已经确定了，宋芝和周淮一组，段眼和白薇一组，苏甜和江然一组。我点了点头，勉强接受。然后接下来导演来了一个骚操作，请各位嘉宾移步密室，在与 NPC 的互动和心动对象的相处中体验甜甜的恋爱。我敷衍的点了点头，抬腿就走。等等，什么密室？我们这不是个恋综吗？我看着导演组冷笑一声，到底是恋爱综艺出了鬼，还是密室逃脱劈了腿？你见过哪个恋综到密室里去拍的？我继续吐槽，别人的恋综都是粉红泡泡氛围感拉满，我们恋综直接鬼气森森，吓得观众乱叫。我就说这恋综剧本不该让一堆大老爷们写吧。我面无表情的朝导演组冷笑一声，点点头，持续输出，挺好，这个节目一直在贯穿两个字，不是甜蜜，也不是恋爱，而是炸裂。白薇连忙点头，就是就是。导演组弹幕，哈哈哈哈，妈的笑吐我了，宋姐你是懂阴阳怪气的，第一次看见被嘉宾对到说不出话的导演，宋姐牛逼，哈哈哈哈，该说不说，恋综去密室逃脱确实炸裂，去密室让男嘉宾看女嘉宾妆容面目全非，头发乱飞嘛，哈哈哈哈。前面的说的是我没错了，芝芝说的对，这剧本让我来写，保证给你们写的嘶哈嘶哈。家人们，这是弹幕区，不是无人区。四，导演脸色难看，周淮挡在我面前，轻轻一笑，导演别在意，芝芝只是太害怕了。他六岁的时候去密室玩，被工作人员扮的鬼追着跑，出来的时候才发现摔掉了一颗牙，从此发誓与密室不共戴天。我气得瞪大了眼睛，周淮啊，烦死了，我的形象啊。
嘉宾们和导演组都笑了起来。白薇一边笑一边来问我，哈哈哈哈，宋芝你居然这么没出息啊，哈哈哈哈，我还以为你一直是走的高贵冷艳美女人设，现在看来根本就是个沙雕，哈哈哈哈。我朝他翻了个白眼，滚。段眼立刻看了我一眼，皱着眉。我瞪了回去，搞什么呀，懂不懂什么叫闺蜜呀？我瞪我闺蜜一眼怎么了？她现在还不是你老婆。周怀把我拉到一边，行了，乖些。说完他与段眼对视了一眼，两人不约而同的别开了目光。弹幕啊，这一幕真的好像霸总门里的霸总和他的小娇妻周怀和段眼，钱难挣，老婆难管，哈哈哈哈，不行了，宋芝居然被 NPC 追过，哈哈哈哈。宋芝你还有什么惊喜是朕不知道的？真的好好笑，哈哈哈哈。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了周怀和宋芝是青梅竹马吗？更好磕了，呜，哈哈哈哈。宋姐居然以为自己走的是高贵冷艳的路线，哈哈哈哈。我能说我粉上他是因为他微博小号的沙雕日常吗？最后我们还是进了密室，嘉宾们头上戴着眼罩，被黑衣人保镖带进了密室。一进去我感觉空气都阴冷了些，瞬间头皮一麻。我抖着声音问，可以摘眼罩了吗？导演组的声音从广播里传来，带着一些电流声，不行，显得格外森冷。黑衣人走了，我站在原地默默地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宋芝啊，我吓得瞬间蹲在了地上，头脑混沌之中我感觉有人在向我偷偷靠近。哎呀呀，我求求你了，你别这样，有话好好说，你去抓周怀啊。我头脑空白的说了一大串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的话，然后猛地站了起来，抓住了一个圆圆的东西。咦，还是软软的。我心里稍稍安定，轻轻抓了那东西两下。宋芝，周怀咬牙切齿的声音在我身旁响起。怎么？现在请各位玩家摘掉眼罩。我来不及回答他，连忙伸出一只手摘掉了眼罩。周围灯光昏暗，不时有怪异的声音传来，上空还挂着一些白色的染红的布条。我吓得一哆嗦，手情不自禁的紧了紧。宋芝，一抬头，周怀表情难看，一脸怒气的看着我。干什么？芝芝啊，你好像抓的是周影帝屁股啊。白薇幸灾乐祸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什么？我缓慢地低下了头，愣愣地看着自己的手，还不松开。我像触电一样收回了手，朝周怀尴尬又心虚地笑了笑，连话都说得不大清楚。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那个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弹幕，不行了，我看到这个女人什么时候才能不笑啊？谁懂啊？我还在笑宋姐让 NPC 别抓她去抓周怀，结果下一秒她就抓住人家屁股，哈哈哈哈。宋芝，不好意思啊，一不小心抓到周影帝屁股了呢。请问是按流程来还是直接笑？周怀好像那个被轻薄的小媳妇，哈哈，耳朵都红了啊！我周哥的清白没了，呜呜，好想魂穿宋姐，到底是什么手感？楼上的算盘打得我这里都听到了。呜，这一路上我一直跟在周怀后面，根本不敢睁眼，有时候更是直接跳在了周怀背上。没想到周怀还是凭一己之力冷静答题，给我们迎来了第一名。我第一次如此崇拜地看着周怀，就差没有感激涕零了。哥，你是我唯一的哥。周怀用眼神睨我，哼笑一声，算了，我还是比较喜欢当你爸爸。呵呵，果然是给他个梯子，他就想上天。导演组让我们回最初的别墅，会告知我们接下来的游戏以及第一名的奖励。我走到一半，摸了摸口袋，发现自己上衣口袋里的小日记本不见了。怎么了？周怀跟在我身旁，看见我动作停了，问我。我东西掉密室里了。我脑子有些乱，朝节目组挥了挥手，语无伦次。你们先走吧，不对，你们把车留给我吧，我一会走回去。什么东西丢了？我看着周怀，突然有些委屈。你小时候送我的那日记本，我写了好多好多东西。他小小的，好乖一个，我就走哪里都带着。周怀神色缓和，习惯性的捏了捏我的后颈，安抚：别怕，我进去找，你在外面待着。不行，我连忙下意识的拦住他。为什么？周怀皱着眉看我。因为那个日记本第一页就是你的照片啊，里面还写了很多青春时期矫情又别扭的给你的情书。你要是去了，我暗恋你的秘密不就被正主知道了吗？我欲哭无泪，只重复说着不行。我自己进去，我声音有些抖。宋芝，现在不是耍性子的时候，节目组还在等，接下来还有其他项目。明明他的语气很温柔，还带着一点无奈，但我就像一个矫情的小女生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偏要耍些性子。我松开手，语气冷硬，我说了我自己去找。说完我不等他反应就往里走。宋芝，不准跟过来。六，原来日记本掉在了一个角落里。我松了口气，拿了日记本准备离开，却发现门锁上了。搞什么呀？我心情有些崩溃，气得直接踹了一脚门。上方红布条飘动，室内空旷，有些阴森。我心脏的跳动仿佛都慢了。我蹲回之前那个角落，声音里渐渐带上了哽咽。别这样，我求求了，周怀。恐惧在放大，我仿佛又回到了那年被父亲锁在黑暗的阁楼的时候。低侧的角落，父母在外面吵架，传来摔玻璃的声音。后来他们吵累了，双双出门，却忘了我还在小小的阁楼里。我在那里待了一晚上，那天夜里在打雷，我哭着抱紧自己，喊着爸爸妈妈。偌大的别墅，除了我以外，没有一个人。后来家政阿姨上门，才把我放了出来。我回神，望着昏暗的密室，一句话也说不出，意识开始慢慢变得模糊。正当我要闭眼时，宋芝，门开了，周怀跑了进来，暖黄色的灯光洒在他脸上，他露出焦急的神色。他把我抱出了密室，我一手拿着日记本，一手捏住他的衣袖。周怀，我声音溢出些哭腔，你怎么才来？我的错。周怀声音微喘，我靠在他胸膛，听着他有力的心跳和脉搏。车上，周怀坐在我身旁，给我递水。早在周怀抱着我出密室时，弹幕就炸开了锅。卧槽卧槽，这一幕男友力爆棚啊！感觉周怀眼神蛮心疼的，这俩给我锁死，家人们谁懂啊？宋芝一个人进密室的时候，周怀眼神阴沉的像要刀刃。
我看到了。后面把芝芝抱上车的时候，一秒变温柔，笑不活了，朕还有两副面孔呢，哈哈哈哈。七，回到别墅时已经是傍晚。一回到别墅，我又从吓得乱叫的宋芝变成了优雅美丽的女明星。好了，各位嘉宾们，我们要开始兑换之前游戏第一名的奖励了。导演明显很兴奋，眼里冒着激动的光。我一脸戒备，不会是打扫卫生出门挣钱这种反向奖励吧？导演讳莫如深，哎 ，no， 肤浅了。他继续说，这次的奖励是一顿烛光晚餐。我放下了心，满意的点了点头。不过，导演笑得有点猥琐，我的心又提了起来。和你共进烛光晚餐，你的对象不能是你们现在已经组成一队的嘉宾。众人一听都愣了愣。你的意思是要把我们拆散？我有些不可置信地说，你这是拆家呀，会被骂死的吧？弹幕，宋姐说的对，怎么可以拆家啊，气死了。还想看宋姐和周哥一起甜蜜烛光晚餐。有一说一，这样真的很容易引起观众的怒火，不能为了收视率连口碑都不要了吧？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喜欢这种修罗场吗？真的很刺激好吗？楼上的姐妹，我也喜欢，就是要看两个人暗戳戳吃醋，还嘴硬，假装装作不在乎，实际上牙都快要咬碎了的这种感觉。不懂修罗场的有难了。呜呜，我的怀之 CP 怎么这么快就毙了？在导演的压迫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奖励。首先第一名来选，周老师有想邀请一起进餐的吗？周怀面色平静，语气冷淡，我弃权。好啊，导演的笑容僵在了脸上。那宋老师来选吧。导演尴尬的笑笑，将目光投向我。我选。我似心有所感，抬头望向周怀。周怀把玩着一枚硬币，一只手撑着额头，似笑非笑的看着我，眼神里全是笃定。导演，我也弃权。导演愣住了，周怀很轻的勾了下唇。他早猜到了，我在心里腹诽。弹幕因为我和周怀再次瞬间炸开。卧槽卧槽，我现在只会说卧槽了。啊，我的 CP 没有币。天打周怀一个眼神，宋芝就知道他想干嘛。盲猜一下，周怀和宋芝是想弃权然后重新组在一起。那万一其他嘉宾也学他们弃权呢？我猜下一秒导演就要说不准再弃权了。果然，导演脸色难看地说，为了尊重游戏规则，接下来的嘉宾都不得弃权。第三个选的是苏田。看着他的笑，我莫名有种不爽的预感。下一秒，苏田站在了周怀面前，笑得甜甜的，周老师，我有荣幸能够和你一起共进晚餐吗？我冷漠地看了周怀一眼。呵，周怀。周怀皱着眉，语气平淡，抱歉，我已经弃权了。苏田咬了咬唇，有些惊慌地看向导演。于是导演说，弃权的嘉宾也有被邀请的权利，且不能拒绝。呵呵，我看了一眼周怀，正好与他目光相处，我吊郎当地看着他，慢慢做着口型。狗逼。周怀伸手揉了揉眉心，叹了口气。弹幕，苏田在搞什么飞机？服了，硬生生把人家怀之拆散。家人们，看得出来宋姐现在很不爽。宋姐面无表情，牛逼。周哥叹气，钱难挣屎难吃。哈哈哈，楼上模仿到精髓了。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甜甜比较勇敢罢了。呵呵，勇敢，我还善良呢。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周怀和宋芝之间有点感觉，他倒好，非得横插一脚。无语且晦气，烦死了。本来没看到宋芝抓周怀屁股那段心情就不好。哈哈哈哈，楼上的烙铁别太荒谬。在导演的淫威之下，周怀不得不答应和苏田一起共享烛光晚餐。两人先行离开了，看着两人的背影，苏田欣然的在周怀身旁说个不停。我心情莫名有些烦躁，意料之中，江然选的我。我平静的笑了笑，答应了。最后反倒是段眼和白薇没有被拆散。我目光揶揄看向白薇，悠悠悠小情侣一起去吃烛光晚餐喽。白薇挑眉，没能和喜欢的人一起吃饭不是你的错，别酸。段眼笑着看了他一眼，两人从我身边走过。我谁酸了？而且什么叫做没和喜欢的人一起吃饭啊？喂，爸，吃饭的地方是一个露天草坪，三张桌子挨得不远不近，一抬眼就能互相看到。由于第一名是靠周怀得的，所以他们那桌多了红酒和鲜花，可是周怀花粉过敏。苏田惊喜地拿起了花，看着周怀，周老师，谢谢你的话。周怀不舒服地揉了揉鼻子，看了我一眼，皱着眉说，不是我送的。我知道呀，可是是因为你得了第一名，我们才有的花呀。苏田朝他眨了眨眼，甜甜地笑着。周怀没说话，只是闷头吃着饭。弹幕，不行，尴尬死我了，我真服了周怀花粉过敏啊，急死我了。真的吗？我一个粉丝都不知道，这是只有老粉才知道。服了，这俩完全没有 CP 感啊。苏田硬聊第一人。周怀，他在说什么不想听不知道，一点都不想说话，算了，还是吃饭吧。苏田见周怀没说话，有些尴尬，又把花递到他面前。这花很香哎，你要闻闻吗？我终于按捺不住开口，苏田，怎么啦芝芝姐？我扯了扯嘴角，这狗花粉过敏。周怀勾了勾唇，没错。苏田彻底僵住了。弹幕，正宫来了。周怀爽了，他肯定爽了。苏田脸都绿了，哈哈哈哈哈。怎么办，虽然很缺德，但是我还是好喜欢这种拉踩场面。哈哈哈哈，江然给我包了只虾放在了我碗里。芝芝姐吃虾，江然眼神亮亮的看着我。他这虾线没包干净啊。实不相瞒，我在饮食方面一直有点小洁癖。芝芝姐你怎么不吃啊？我勉强笑着。砰，一盘剥的干干净净的虾端到了我面前。我抬头，周怀漫不经心的拿纸擦着手。江然颇带敌意的看了周怀一眼。苏田眼神复杂的看了我一眼。我顶着视线，心安理得的吃起了虾。吃完饭之后，导演让我们和自己原来的 CP 合作完成一段舞蹈。没人知道我和周怀从小一起学习爵士舞蹈，从小比到大，在这个话题上我们都不承认对方比自己强。这
正好今天让周怀舒的心服口服。抽签决定每组表演的顺序，第一组是苏甜江然，他们跳了一首甜歌，满眼都是粉红泡泡，观众直呼好甜。第二组是白薇和段演，他们跳了首曲调暧昧的英文歌，是段演的歌，粉丝直呼好欲。最后是我和周准，我们选了道节奏感很强的嗨歌，直接开跳，观众直呼好。浩强这俩跳起舞来居然是这个画风，我之前还满含期待，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俩要拜把子呢。宋芝姐要赢，周怀爷是第一，楼上精准概括，这俩眼神坚定的可以直接入党了。我真的哭死，让你们跳舞没让你们比武啊。该说不说，他俩跳得挺好的，还真是要跳功有跳功，要暧昧有跳功，哈哈哈哈哈，爆笑如雷的家人们。跳完后导演组和其他嘉宾都沉默了，我和周怀飞要比个高低，拉着嘉宾投票，苏甜投给了周怀，家人和白薇都投给了我，段言本想投周怀，被白薇瞪了一眼后也投的我，我完胜。我得意的朝周怀嘚瑟，周怀勾了勾唇什么都没说。之后导演让我们自由活动，我躲回自己的房间给闺蜜回了个电话，啊，芝芝，周怀绝对喜欢你。闺蜜在电话那边化身尖叫鸡，状若疯癫，不可能，她说把我当妹妹，别耗了。我无情地打破她的幻想，我不管，她绝对喜欢你，你们两个对视的是满是粉红泡泡，你们太好磕了。她越说越激动，还粉红泡泡，我们这叫相看两厌。你没看见我们比武吗？上辈子砍丧尸，这辈子磕怀之，她根本不听。我无语，真的，芝芝你相信我，她绝对喜欢你。九，喜欢吗？我看着面前的周怀，回想起闺蜜笃定的语气，决定试探一下。周怀，我喊了他一声，周怀手里给我包着葡萄，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你会喜欢自己的妹妹吗？我心虚地吃了颗葡萄，囫囵吞枣地问。他停了动作，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宋芝，我不是变态。好吧，我有些闷闷不乐，无意识地撕着手指上的倒刺，撕。周怀伸手拍掉我交叠的手，眼含不满，宋芝，你欠打是不是？我悻悻地收回了手，我就说嘛，对我这么凶，他怎么会喜欢我？我懒懒地倚在椅子上，用脚踢踢他，周怀，我要喝水，惯的你。他一如既往的嘴毒，却转手就递给了我一杯水。我心里莫名开心，被紧紧压抑着的交金仿佛耀武扬威的在心里冒了尖。我继续挑衅，周怀，我有点冷，你去给我拿件披肩。周怀目光沉沉的看了我好几秒，最后还是败下阵来给我拿了披肩。我把披肩盖在身上，心里是无以复加的窃喜。周怀，你把葡萄端给我，够不着。周怀冷笑了声，宋芝，你使唤保姆呢？就在你面前，直个身就拿得到，自己拿。你给我拿，我眼巴巴的看着他。周怀面无表情的把葡萄端给了我，我继续得寸进尺。周怀，周怀，则，周怀，此，周怀，周怀，周怀。后面我使唤了他很多次，他一边嘴毒，一边面无表情的答应了我的要求，还是有点喜欢的吧。我暗暗想，弹幕，我看见了什么？以高冷无情闻名的周影帝，居然对宋芝百依百顺。每一次看着周怀的冷脸，我都以为他要发飙了，结果他从来没有。谁懂啊？更好磕了。周怀虽然一直面无表情，但他对宋芝有求必应啦。宋姐开班吧，我跪着听。宋芝好牛逼，一女的，她居然使唤得动周怀，为什么呀？因为爱情。在我最后一次叫周怀给我拿纸巾后，他叹了口气，宋芝，我真的对你太好了。我以为他要说些什么感天动地的深情情话，结果好的像你爹，呵呵。我面无表情的把抱枕扔他身上，喜欢，下辈子吧，这狗逼就不配人喜欢。我正吃着葡萄，苏甜拿着一瓶水到了我们这边。周老师，我手滑打不开，江然去上厕所了，能麻烦你帮我打开一下吗？苏甜摊开了手，手上一片红印。周怀看了眼他，语气冷淡，抱歉，你找别人开吧，我这也不好找别人，你就帮我开一下吗？苏甜用上了撒娇的语气，表情也可怜兮兮的，那你先别喝了，等江然回来你再找他开。周怀没见意，透着不耐烦。我挑了挑眉，有些不爽。周怀，我伸脚踢了踢他的裤子，递给他一瓶水，我也开不开。周怀二话没说，把水接过，瓶盖拧开，递给了我，别洒了。苏甜脸色很难看，她勉强笑着，周老师真是能给芝芝解开，怎么就不能给我开？周怀慢悠悠地往嘴里丢了颗葡萄，他不一样。我心跳加速，期待着他接下来的话。苏甜问，哪里不一样？他生病了。苏甜和我同时一愣，我什么时候生病了？我怎么不知道？苏甜，什么病？周怀慢条斯理地说，懒癌晚期。我就不该对这狗男人抱有期待，所以我作为他的监护人需要为他服务。苏甜咬了咬唇离开。我不满地朝周怀喊，你才懒癌晚期，你才有病，你算我哪门子的监护人？周怀懒散地倚在椅子上，挑了挑眉，要不我当你爹？滚。弹幕，周怀，中国驰名双标。上一秒苏甜找他，那你干脆别喝了。下一秒宋芝找他，拿溜开瓶递到面前，嘱咐别洒了，贴心拿纸巾。哈哈哈哈哈，好缺的好喜欢，区别对待什么的简直是太酷了。十，今天是节目第最后一天，导演让我们自己找地方进行约会，直播的镜头也切成了几个分屏，观众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CP 进行观看。
这也算是侧面的反映了每一队的受欢迎程度。我和周怀观看人数第一，白薇断眼第二，到了苏田和江然这儿，观看直播的人数就开始断崖式下跌。苏田几次主动找周怀的举动都引起了周怀和江然两家唯粉的不满，被嘲得厉害。我问周怀，我们去哪儿？海边，先去买点吃的。我忙不迭的点了点头，跟着他走。我俩戴着口罩，全副武装的走到街上，路过一个广场时，我看到了一个地摊上的套圈游戏。我想玩这个，我眼神刷了一下亮了起来，指着地摊对周怀说：“走吧。”周怀拉过我的手腕，啊，救命啊！有人拿刀杀人了！前方出现骚动，周围的人潮一哄而散。我和周怀停下脚步，是一个看起来神志不清的男人，手里拿着刀。套圈地摊的老板被他拿刀伤了腹部，此时正捂着伤口躺在地上痛苦的呻吟。你们都该死，都该死！男人突然癫狂起来，拿着刀到处乱挥。宋之，周怀捏紧我的手腕，把我往外面扯，另一只手拿出手机报警。离开的前一刻，我抬头不小心和那男人对视了，猩红狰狞的眼神带着令人胆寒的阴毒。下一秒，他像是确定了猎物一般，直直向我跑来。我们之间距离不远，来不及躲闪。周怀温热的身体挡在我面前。周怀，男人的刀砍向了周怀的腰，此时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趁男人没反应过来，抬起脚将男人狠狠地踹在了地上。男人身体很瘦弱，一下子被我踹倒在地，刀脱力飞出了几米远。一旁的摄影老师和几位中年男子见状，立刻将男人制服在地上。周围很多声音像回声筒一样从我左耳进去右耳离开，我听不真切，朦朦胧胧的脑子里也一片空白。我颤抖着手附上周怀腰部的伤口，温热失黏，抬手一看，满手的鲜红。周怀痛到脱力，额头抵在我颈窝间，有些艰难的喘着气。周怀，你坚持一下，救护车马上来了。我抑制住哭腔，伸出干净的那只手紧紧地扣住了他的脖子。不严重，别紧张。周怀笑着回我，声音闷闷的，笑意从胸腔传上来。你还笑？我急得都快哭了。他叹了口气，微微抬头，伸手轻轻擦掉我的眼泪。我错了，你别哭啊。救护车终于到了，周怀被送进了手术室，需要缝合伤口。我失神地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电话响了，我接起，白薇的声音焦急地传进耳朵：“魏芝芝，你们遇到杀人犯了？”嗯，我低低地应了一声。白薇担忧地问：“周怀受伤了，情况怎么样？”刚刚的情景都被直播出去了，已经上热搜了。周怀的一些不理智的唯粉都在骂你，到底怎么回事？我语气染上哽咽，他是为了保护我，是我偏偏任性要去玩什么套圈，要不我不那么任性，直接跟着他走，就不会有这些事了。白薇，没事了呀，没事了，这是不能怪你，放心吧，我相信周怀很快就会醒过来的。你先陪着他，舆论的事情我和你经纪人帮你处理。我低低的应了一声。我翻开微博，周怀受伤的事情在热搜榜一。我看了眼评论，我靠，周怀真受伤了呀，呜呜，心疼死了。周怀是为了保护宋之才受的伤。呜呜，更好磕了，但是我现在好心疼周怀，烦死了。宋之为什么要去玩什么套圈？要是他不去，周怀就不会受伤，气死了。宋之都多大了还这么任性？话不能这么说，宋之也不知道啊，他也是受害者，你们这是受害者有罪论，简直无语加离谱。赞同，不去怪那个精神病男人，反而来怪宋之，离谱。我没什么表情的关掉了手机。十一，周怀手术很顺利，只是打了麻药还没醒过来。周怀躺在病床上，脸色还有些苍白。我端了一碗鱼汤，小心翼翼地喂他喝。喝完后，我替他擦了擦嘴，帮他掖好被子。我趴在他病床边，小声说：“周怀，你快醒吧！只要你醒了，我这辈子给你做牛做马都没问题。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我给你当保姆都行。”保姆不要，老婆可以考虑下。熟悉的嗓音在耳边响起，我立刻抬起头：“周怀，你终于醒了！”我眼睛一酸，又要哭了。他叹了口气，语气很是无奈：“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爱哭包？”我撇着嘴，压抑住眼泪，问：“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伤口不深，没事。我舒了口气。所以当我老婆考虑一下吗？我瞬间愣住，脑子里一片浆糊。你说什么？我说我喜欢你，我们在一起吧，宋之。周怀语气很郑重，目光温柔。我瞪大眼睛脱口而出：你是变态。周怀的脸色一黑，咬牙切齿地问我：你一天到晚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不是你说的喜欢妹妹的都是变态吗？你什么时候成我妹妹了？你之前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意外听到的，你说把我当妹妹。周怀冷笑一声，颇带些咬牙切齿的味道：你还真是听话听半截呀、啊、你都听到我说你是妹妹了，那你怎么没听到我说你是我情妹妹呢？情妹妹？周怀埋怨道：人人都有一张嘴，不清楚的事情可以问啊，都怪你死鸭子嘴硬，害得我等了这么多年。我懵了，双颊滚烫，不用看就知道脸带脖子都染上了薄红。你可是？别可是了。周怀扯过我的手臂，我顺势坐在了他床上。他单手扣着我的腰，微微施力往他方向压，让我不由自主的向前，然后停住。他轻轻吻了吻我的眼睛，语气缱绻：亲都亲了，你就是我老婆了。我脸上爆红，不敢直视他，头埋在他肩膀。我都这么可怜了，难道你连这点小小的要求都不肯答应我吗？他捏了捏我的耳垂，我身子一软，差点要滑脱下去，又被他拦腰截住。宋之，说话。我怎么这么可怜，被捅了一刀还追不到老婆？哎，老婆答应我好不好？番外一，周怀和宋之在一起后，像是怕人跑了似的，四月就跑去领了证。那一天他连发了五条微博，每一条最后都在炫耀他和宋之领证了。周怀，今天天气真好，这大雨天的，你说对吧老婆？宋之，周怀，今天上街看到了一个人的广告大屏，咦，这人怎么这么熟悉啊？原来是我老婆呀。宋之，周怀，你怎么知道我和宋之领证了？
周怀，抽200万给我老婆宋芝的粉丝和我的粉丝吃喜糖，参加条件评论区夸夸我老婆就行。周怀已经不想跟没老婆的人说话了，老婆你说是不是？宋芝那天微博崩了，全国网友都知道他和宋芝结婚了。评论啊，哥你真的好爱他，呜呜我哭死。哥呀，你还记得你之前是高冷影帝吗？宋芝最美，宋芝要脸蛋有脸蛋，要才华有才华，要身材有身材。哥我想吃喜糖。哥呀，瞧瞧你这不值钱的样子，百年好合，恩恩爱爱。第二天，宋芝看着自己私信里的，陷入了沉思。番外二，自从周怀发现宋芝很担心他之前受伤的伤口后，开始好好的利用了这个伤口。宋芝要和朋友一起去吃饭，不带周怀。周怀问有男的吗？宋芝有男有女。周怀立刻捂住后腰，表情痛苦。哎呀，我这个腰突然一下就疼了起来。宋芝立刻紧张起来，丢下包去扶他。真的吗？那我不去了。番外三，有次周怀接受采访，主持人问之前有看过您发的视频，几乎都是你在照顾宋芝，会觉得宋芝很难伺候吗？会感到累吗？周怀脸色一下子冷下来，你说的本身就不对，不是我迁就宋芝，而是宋芝一直爱着我，在我生病发烧的时候，是他一直陪在我身旁照顾我，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安慰我。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没有谁伺候谁，我们双方都是平等的，我们对彼此的爱不是光靠一些微乎其微的行动就能体现的。周怀说，我会一直爱宋芝，